有关富人遭诈骗集团以假投资方式进行诈骗一案，是诈骗集团向被害人谎称，于社群软体点选某项连结并加入群组，可保证投资高获益，稳赚不赔。被害人前后共交付新台币上百万元现金。那后续因察觉有异而报警求证。本分局受理报案后，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进行调查，并与被害人保持联系。最终于本月19日下午2点，于中华东路三段顺利查获两名诈欺车手，并查扣假投资契约、假证件及犯案手机等证物，全案依涉嫌诈欺、洗钱防治法等罪，移送台南地检署扩大侦办。警方呼吁，民众如接获不明投资讯息，务必小心求证，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专线，或至就近派出所进行求证、进行咨询，以保障个人财产安全。